毛孔粗大好难看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轻松解决？有两种状况会造成毛孔粗大：第一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老化、热晒等因素；第二，油脂分泌过旺，毛孔阻塞。现在，当我用一分钟的时间告诉你解决的方法，当然你可以通过正确的护肤程序打造细致润滑紧致的皮肤，但是我们却有更棒的产品来针对这皮肤问题。全新推出的 Porefine， 它能清洗毛孔，平衡油脂分泌，并将粗大毛孔一一的缩小，而且它还具备双倍紧致肌肤能量，并能细化和收紧毛孔，打造婴儿肌肤般的光滑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赶快预约体验吧！记得每逢星期五留守我的一分钟美女。